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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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我头只有加添心稀微，日思夜梦，为你一人，秘密情意，雪中红啦，搁水中烟啦。吼、哦，搁有分中位啦，有无？就这啦。C-X30的震动舒服吗？舒服，而且有质感。那个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就那个了，嗨翻天了。大家晚安啦、啊，吃饱没？大家都准备要培养过年情绪了没有？现在我这边天天大爆炸，每个人都忙到翻天了，翻天，真的翻天了，动没了啊。没有，最近过年齁，所以因为我们过年前有讲嘛，我们过年前还有这个老客户的免费关怀健诊，免费关怀内诊齁、哦、然后又加上有一些这个老客户要来旧换新，虽然政府没有给我们补贴，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还是想办法让客户这个在最低的无感无痛升级。来，我来看今天准备什么题目跟大家聊齁、哦，顺便跟大家这个宣导一下好不好？如果说你大家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齁，近期之内呢有这个想要换车的需求的话齁，要快点处理了好不好？因为再来，因为如果加上你还要办一些贷款齁，那依照往年的经验，越接近过年的时间齁，监理站是越爆炸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们不是来跟我买啦齁，你如果要去买新车，我看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交不出来了啦。那如果你们有想要买二手车的朋友齁，那要这个及早处理好不好，会来不及过户齁。你看像现在我们的修理厂齁，各大修理厂我们自己有小城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是没办法，我们还是必须要外包给一些这个签约厂嘛。通常齁，依照经验来说，现在我们这边的已经都被我们塞到爆炸了，所以你越接近过年，我们交车前又要做大保养，又要做全车的健检跟总检哦，其实没有那个时间的啦，好、哦，所以大家要有买卖车需求的，一定要尽快，好不好？好、哦，那收车的话，可以私讯粉丝页哈、哦，还是会收啦。如果车况符合我们的需求跟要求，我们还是会有收的。刚刚看到购车是影片，有人模仿我，真的假的？黄泉，你说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他开玩笑，是说我？泰山，你笑那么大声是怎样？在哪里说？他的影片下面有人跟他留言说，小师不要再模仿嘉伟，就说他是小师就对了。靠腰 ，Jack。啊，我魂奇哇，不要再闹了好不好？挑拨离间，我没有怎样好不好？妈，泰山笑超开心的，是怎样？我现在模仿的要变正牌了就对了。哦，我来宣传一下好不好？这个恳请大家帮个忙好不好？这真的是恳请大家帮个忙，这个真的要拜托大家哦，给大家看一下美丽的老板娘，她最近在做这个团购哈。那通常是这样子啦齁，如果以老板娘来做团购的这个心情的话齁，当然是这个面子的问题大过于金钱的问题。如果说齁这个宣传度不好的话齁，就没面子，我老婆就会不开心，对不对？那因为我很爱我老婆，所以她不开心我也不开心，那我一不开心呢，我就去改车齁，那我改了车以后我老婆不开心齁，啊我老婆不开心我就不开心齁，所以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改车好不好，无限循环齁，所以要让老婆开心是最重要的好不好？那这个大家有用没用，有买没买没有关系齁，帮忙稍微做一下宣传一下，然后他好像也有办抽奖，而且我跟你讲，老板娘在做团购齁，很奇怪，我讲了他也不听，真的是做面子的。为什么？他还自己齁花钱买奖品，然后要抽给下面标注的，所以大家没有买没关系齁，帮忙宣传，然后去这个 tag 一下朋友可以参加抽奖。我跟你讲，我这个我老婆跟我一样也是爱面子的，有偶包的啦，钱不是问题好不好？宣传度要够，不能比其他人宣传力道轻就不行了好不好？帮忙一下，这个让我宣传
传一下吧。板娘在哪边认识的？哦，这个我从来没讲过哎，我跟你讲哦，我认识她久了啦，她十八岁我就认识了，好不好？她十八岁的时候，我是24岁嘛，好不好？我也是正值壮年呐、啊，好不好？哦，当时那个年纪啊，人称这个文山花泽类啊，我来讲，花泽类你有识在不啦？等到这个我们的订阅数破百万的时候，我再做问与答跟大家讲，好不好？哦，这个真的是拍案叫绝啊，这个堪称这个八点档连续剧的剧情。哎 ，Swift。我现在也在犹豫欸，我那 Swift 到底要不要改啊，有点想把它卖掉怎么办我对那个车小小的失望，可能我对它抱太大的期望了，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期望越大伤害越大，这没有办法哦。对，那个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左边的车工车业去找阿吉、哦、你说小四叫我来的，这个也认识了十几年的好朋友、哦、他当时、哦、他本来也是做这个阿吉、哦、他本来是做二手车的，那他后来感叹二手车的行业实在是这个乌龙蛇道做不下去啊，太震惊，做不下去。后来他就也对车有兴趣哦，以前有常爱跑比赛什么，他就转往这个修理厂哦，还有一些改装品的开发。那我觉得他做的也不错啦，也其实他也不太需要我们帮他宣传。那只是今天刚好在跟他聊天哦，啊，反正我就说好，没关系啊，兄弟挺你，好不好？我来帮他宣传一波这样。好、哦，虽然我觉得他生意本来就已经很棒了。好、哦，车工车友跟你讲他们做什么、哦、你如果有一些关于刹车底盘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开发的避震器等等的、哦、你都可以去那边，你不用怕你的车他不会修，因为基本上从一般的国产车到迈拉伦、哦、麦卡伦、哦、还是这个 Hurricane 我们是 Hurricane、哦、法拉利那种都没有问题，那你也不用怕你的车太便宜他不会修、哦、那我是觉得说有时候如果你的避震器原厂的刚好出了问题，那你可以考虑一下下去找阿吉，因为我觉得他避震器设定的还不错。好，他都给他现场，然后你慢慢的跟你设定。我以前其实我在翻新车子的时候，常常用他的避震器。真的，我像我上个月吧，好，上个月如果大家有看看我的 IG Facebook 哈，我有把我的 Buster 开去他那边哈，换这个 JK Racing 好，就是他的牌子避震器，我觉得就是把它设定到我很满意这样。啊，其实我之前已经给他换过无数组了，尤其是越冷门的避震器，我觉得到他那边换越划算。其实避震器如果你国产车一般车其实很便宜嘛，那如果冷门车的话，你可能会有缺料的问题，或者是避震器很贵的问题，那其实你到那边去反而齁它的避震器价位不会因为你的车款而有太大的不同，那所以其实你冷门车谢谢哦，其实你冷门车齁到那边就比较划算太合，那你避震器原厂坏掉刚好要升级就可以去哦，就可以去他那边。那另外他轮胎我觉得也蛮便宜，尤其尺寸越大我觉得越划算。好、哦、因为他一次都进很多的轮胎，他的轮胎也是很多他也很便宜。好、哦、因为他是货柜进来的。手牌 S5 避震的阿吉，对，就是那个阿吉，没错。Hunter 有看到齁、哦、改影 Presa 出名是前老板啦、啊、齁、哦、阿吉是后面接手的。大家不要担心那边都修超跑等级的。你只要开去你有需求你直接跟他说小师叫我来的。好不好？有时候这样，因为我说哈，我之前直播说过，我不太喜欢帮人家介绍保修厂。那我还是一句话啦哈，我跟他认识十几年，我跟他谈得来，我觉得他做生意的理念我 OK， 不代表你一定要接受，或是你一定适合。好，那但是我是给你们一个方向，可以去了解看看，这样比较看看，好不好？啊，不，我大概讲介绍枪胸哈，说啊，小师哥，我烤漆去哪里用？小师哥，我要包皮椅去哪里包？哈，小师哥，我要干嘛去哪里？不带责任，好不好？因为没有碳汤，没有碳力，好、哦，没碳汤，没碳料，那这个大家合得来就做，啊合不来不干我的事，好不好？啊，他其实比较专门的都是改，其实他有一阵子玩纳智捷玩很凶，还有86 BRZ 他其实也玩很凶，好、哦，有一阵子他开发了蛮多纳智捷跟 BRZ 的改装品的、哦、啊，纳智捷我是。对，跟我不会有什么有交集的啊。哦，86 BRZ 我还 OK， 这样320i 卖太快了，不多，真的就运气好。没有跟你讲啦，很多朋友哈、哦、在等小师的车，等小师上架，结果等一等，发现说，哎，小师哥那台车为什么没上架就不见了？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我这边有很多那个老客户介绍的，像今天就是一个老客户带他们老板来买，哎，昨天呐、啊、来买那个320，他一看到我半夜5点4点登上去，隔天早上10点11点就来，然后来很快，四个车绕一圈回来就签合约，好、哦，然后就赶时间，然后就走了，好、哦，所以其实真的是认识的客户了。好、哦、那坦白话讲，我们本身我们就是会给老客户一些 VIP 的优惠嘛。那所谓的优惠就是说，
在还没有上架之前齁，他就可以先来看先来试。齁，那一般的客户就比较抱歉，可能就是要等我们上架之后。齁，因为老客户他已经跟我们消费过，知道我们做事情的态度，那可能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为什么 CR-V 中古车价这么高，那就按市场反应啊。很多人都会跟小志讨论，这讲很多了啦。说哎呦，那个车怎么那么保值啊，不是应该落地打几折吗？不是应该怎样？我跟你讲，用嘴巴讲的齁，大家其实都很会讲，我也很会讲齁，最好是落地直接剩三分之一，我最爽。我先第一个先去买法拉利，第一个先去买保时捷，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市场往往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也不是少数的这个车商就能够只手遮天来控制操控这个行情。所以我们等于像我也是一个被动者。好，我们出去，比如说讲最简单的，我如果去拍卖场，对不对？拍车，那活生生的，你按20万，人家就是21万；你按22万，人家就是把你23万叠上去。那你一直被叠的，到最后叠到成交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市价，好，就是行情。所以我也没办法决定啊，我也希望我一按就得标，哈，问题是不可能。好，那你像上次我遇到一个，好啦，我讲一个老客户哦，介绍我去估一台车啦。那通常我坦白话讲，我现在已经不太出去估车了。那因为老客户，那个老客户也哇，也 maybe 七八年前的老客户介绍的，好，介绍他一个朋友，然后说一台车在南京东路哪里要估，然后我那一天非常的忙，好，我又录影，然后又采访什么的，那我刚好。哦，又开会，我刚好在这个会议齁，跟这个会议的中间齁，我抽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空档，我马上车开着齁，我就冲去他所在地齁去估价。好，然后假设一估啊，然后估我就诶，我这个人很简单，认识介绍，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有来估过车的时候我很讨厌浪费时间。我去看我就说啊，你这110，他说那能不能 115， 我说啊，这个有困难啦齁，其实不是说不能买齁， 110 跟115齁差别在哪？只有在风险而已，就跟你买股票一样，好，这一档股票100块，你想都不想你敢买，但是它当它跳到110块、115块的时候，你要买的时候你就想一下，为什么？因为风险变高了，好，这有在玩股票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你有长期观察嘛，好，我就跟他讲啊，不要浪费时间，就110啦。那而且哦，在我之前哦，这个原厂的中古车部已经去估过了。那我就问啊，我说那原厂跟你估多少？当我知道原厂先去估过，我也不问他，我先讲完，我再问他，好，代表我的诚意嘛，对不对？不要说哦，我知道原厂估多少，我故意比原厂高一点，没道德，没追准，也不符合我这种爱面子的做法。我看完我就110讲了，讲完之后呢，他就我说那原厂估多少？他说诶，原厂估102，齁，我说啊，那我很够面子了吧，齁，八年前的老客户来啊，原厂估102，我估110，那 OK 啊，齁，那我觉得这样很好了。那我也跟他说明，跟他解释说诶啊，如果这个你卖给我齁，后面你都不会衍生任何的费用，我是属于那种不会回过头来跟你扣东扣西的人。好啦，隔了一个礼拜齁，某一天我也是很忙，忙得要死，接到一通电话打来，然后他就说小事我跟你确认一下齁，我说好啊，你确认。他说啊，你确定是 110？我说对啊，110啊，我这说了就是说了啊，哎呀、啊，他说那你会不会再扣任何的费用？哎，我上次就跟你讲过，不会啊，就是实拿啊，没问题啊。他说好，那我跟我老婆讨论一下，他电话就挂掉。隔天他打来，小四，抱歉哦，那一天我刚好去市议会出外景，然后在录影的空档哈、哦，他打给我，小四啊，不好意思哦，那个车我卖给我朋友，我说哦，好啊，卖给朋友没关系啊，那是这个朋友价钱比较好，是不是？那没关系，恭喜啊，当然这个卖车嘛，对不对？卖好价 OK 啊。他说啊，没有啦，其实也卖跟你估的差不多这样。我说哦，是哦，是这样哦。然后他讲说啊，没有啊，跟你讲一下，不好意思这样。我说哎，我忽然哦，我就灵机，当下我就灵机一闪。因为我一直觉得前一天晚上那个电话怪怪，因为我已经跟他解释过流程了，然后他为什么还打电话来确认？我说诶，你是不是昨天打来，我觉得有点奇怪哦，你昨天打来是不是把我的电话这个放扩音给其他的车行听？然后他就呆住，你知道吗？诶诶这嗯啊诶诶诶这样，我说你这样想没水准啦，啊，大家认识介绍的，对不对？然后你拿我的价钱啊，开扩音给人家听，然后让人家来塔外介绍啊，然后你卖别人，他现在打来跟我说你卖朋友啊，我说我干嘛大家认识介绍这样真的很，我是觉得不太妥啦。
其实事后反正他也是啊，拍谁啦，下次再找你啥啥啥。我想想说，你下次催我，我也没想要找小李啊。好，我觉得 一表人才啊，开着一台两三百万的车啦。好，那也许我心里，其实我这件事情我心里闷了很多天，就是我们做服务业没有办法，可能就是你白跑，你的时间都不是时间啦，然后可能人家高了五千一万 maybe 两万好不好，三万好不好，人家可能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卖给别人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那种感觉，其实我闷了两三天，我觉得说为什么我做这个行业要做的这么悲哀卑微，为什么要让人家这样子的去，我觉得有点像糟蹋啦。我们这样跑啊，可是有时候想想服务业就是这样啦。对啊，你就是得这样子被人家有一点踩在下面的感觉。好，其实我闷了几天啦，可是想我一直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状况，可是其实想想可能没办法。好，我们身处在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要面对这一些事情啦。但我是觉得说你一个也蛮有 sense 的齁，开这种这个高级车哎，赚了一点钱啊，怎么会为了这个一点点的钱然后在那边也不会再见面了啦，所以没差啦。只是我觉得说其实我跟你讲，有时候有钱没钱齁，跟会不会做人齁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啦，我是这样觉得啦。很多人问小师说，小师你怎么都不卖高级房车齁，我都讲说我跟你讲啦，我今天齁我卖这些平价的二手车国产车齁，我觉得我卖一台车我是在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他就没钱他才买这种十几万二三十万的嘛，那我如果把这些东西弄好然后帮助他齁生活过得更好，或者是说真的有让他存到钱，车没有问题，帮助他的生活，有一天再来跟我换更好的车，甚至齁你去换新车我都很开心齁，因为代表我卖给你的车是好东西，你存到钱你才有钱换新车嘛，更棒齁，那你把旧车再卖回来给我，棒齁，真的很棒。我觉得我卖这车，而且每个人来都很好相处，因为我自己我也不认为我是什么有钱的人啦齁，我觉得我就是跟大家是一样，我买鞋做行李，我常常在讲我商店零售业嘛啊，我也是开个干妈店，大家来开开心心像交朋友一样。那我今天遇到那些百万以上的客人，每个来眼睛长在头顶上啊，看你都用鼻孔看，然后妈一副来了哎、欸、哇你这啊无满配无二三 P 哦啊那乌诶啊无白，你知道我介一种人我袂哈啦，我讲真的啦，你觉得你很有钱，我跟你讲我钱没有比你少了。好，我厂商一两百台车算一算，我应该没有比你少到哪里去啦。啊，你也不用用那种看他你就有的一种口气，对不？啊，来家呢，好、哦，美叔，我买单，我大爷。曾经我跟一个专做高级车的一个同业聊天过啦，我跟他讲说什么我们什么免费什么洗车啦，免费换雨刷啦，有的无的啦。我说阿丽娜，这个高级车应该也要像我们一样做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交车加满油啦，什么啦？他说我来讲啦。你卖那种二三十万的车，你做这些事，客人觉得你好棒，你服务超棒，齁、哦、你去牵车回来保养，对不对？你帮客户回来保养，你帮他洗车，好、哦、客户回来换灯泡雨刷，你不收钱，你卖这种单价的客人觉得好棒，小师汽车服务棒。你像我这种齁、哦、卖一两百万的车啦，我做这些事情齁、哦、那些人觉得什么刚好而已。他说我卖这种啦动辄一百五两百万的车，我帮他做这些事情，你感觉诶都好你啊，我开钱的呢，对吧？我开钱的啊，你给我洗车都好你啊，安怎？啊，你来看车都好你啊，保养都好你啊。好、哦，所以这个其实跟我的逻辑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常这个劝各位线上的朋友，对不对？不管你交女朋友、交男朋友、好、哦、娶老婆、嫁老公，要找一个真的会珍惜你的人来付出，对不对？像我来跟我们买这些好朋友，我们付出给他，客人收到我们心意，他收到了，他觉得温馨。好、哦，啊，你卖人给你糟蹋，啊，你个你动作哦，你这个煮饭应该吼、哦、洗衫应该对不？好、哦，我回来对不对？拖鞋帮我送来，应该跟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好不好？我们付出要有它的价值，好、哦，所以呢，再怎么样，我还是坚守着，我就是卖这些平价车就好了。好、哦，偶尔来个一两台这个高级车，让我们的客户升级的客户可以升级，这样就好了。好，让我们这些老客户可以升级就好。啊，我不用去卖那些一两百万的车，我不用去跟人家抢那些东西。啊，再来，我也没那么多钱买那么多那种贵的车。好，我不想要担那个风险。没有啦，啊，我是尴尬工哦，真的，大家朋友认识介绍啊，我们也很直接啦。啊，没有必要为了那一点点钱哦，浪费掉自己的人格。好、哦，啊，那我咧看哦，你不管你租头较悬钱，还是赚较济哦，塞什么好车哦，你做人就是失败啦。我感觉就是安尼啦。好啦啊，怎么会抱怨那么多？啊，我一直抱怨落去，抱怨个拢最大、啊。
哎，对，刚刚有人说这个粉丝页回讯哦，比较抱歉，因为最近真的年前真的非常的忙碌，所以几乎我们所有的同仁这一周，可能一两周以来了，我们下班都已经10点、11点。好，有时候回家都已经快12点了，我又怕太晚回会打扰到你们齁，所以我就有时候就是12点左右到1点之前，我可能还烂爬捏着硬回一下齁，啊吵到我也不好意思，只能吵了，要不然我如果再不早一点时间回讯息，我可能会被讯息淹没齁，所以现在回讯息真的会齁会慢很多，都会我看那个回讯时间都会差12小时到24小时，所以我会尽量抽空快点回。好，那再来就是为什么比较忙齁，因为我们过年有休息，所以我们也在加紧拍一些过年影片的存档，好，希望让大家在过年期间还有影片可以陪大家，所以我们一直都还是有在努力的这个拍影片，如果回问题有比较讯息有比较慢的话，可能要请大家多多包涵。没有啦，啊，我是觉得真的啦，我觉得大家不管你是去这个上班也好，你不是做服务业，你是上班族也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辛苦，你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不如意的人，就像那个算命讲的嘛，对不对？好，我去算命，算命讲说，诶，这个你40岁以前齁，都会过得很痛苦，都会很难过齁，不过40岁之后啊，40岁之后就好了吗？好，没有，40岁之后你就习惯了，好吧，齁，所以不要紧，负能量当然要爆出来，不要闷在心里。其实这已经两三个礼拜前的事了，其实我本来忘记，是刚好讲到。那我是觉得说齁，我觉得那也不算宣泄啦，就是跟大家去分享啦。自家的06年 Vios 风箱漏，冷气出风口有臭味，修好了还是有臭味怎么办？那坊间有卖一些这个空调管路的芳香剂啦，齁，除臭剂。那它的做法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喷雾型的，像手榴弹一样，你按下去它就会狂喷。齁，它一个一瓶长得像杀虫剂，比杀虫剂小瓶，齁，呲呲呲这样，有没有？它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连续喷。然后就是通常我们以前用过，你车子在发动的状况之下把冷气打开，然后把它按下去以后它是狂喷，你就丢在这个脚踏垫，把门都关起来，那让它在里面轮杠循环一下，好，过个15分钟、20分钟进去，那味道应该就会比较好，好，可以，你可以去找一下哈，看看有没有用。新车1000公里回厂换机油，迷失没有？我跟你讲哈，很多人说啊，现在上面洗胎过上面1000公里，上面10000公里、20000公里，我跟你讲，有时候这是一个规定，所谓的规定就是原厂他要给你一个原厂的保固。所以说你要照它的规则下去走，你才有保固。我讲啊，有时候我坦白话讲了，你如果齁真的没有照它的表定回去，有一天假设，我先假设你引擎炸掉了还是变相坏掉，你回去然后你跟他说我要出保固，他一查说，欸先生啊，你为温工1000公里要回来，10000公里要回来，20000公里要回来，啊你都没回来，啊现在派你叫我给你报告，我不是要给你报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他开了这个规定给你就要照做嘛，就跟现在二手车很多的这个保固一样嘛，齁，现在很多二手车保固说啊，你要先来启动保固，启动保固要付一笔钱，付完之后呢，你每5000公里都要来指定厂来保养，否则你的保固就会失效。所以你车签了先去启动保固，先付个5000，然后每5000公里再回去给他转一下，每5000公里再回去给他转一下，你就为了什么？出问题的时候他会不会给你出保固这件事，齁，所以你要原厂还也好，二手车的这些保固也好，你就要照他的这个规则下去走，齁，否则就是没有。冷媒多久换比较好？这个没有一定诶，你要依照你的使用的状况跟你开车的习惯还有你使用空调的习惯其实都不太一样。那通常我是觉得齁，一般来说啊，冷媒这种东西从新车开始至少我觉得3年，齁，如果你要比较 rough 一点的说法，我觉得3年你才要开始注意这件事情。齁，那二手车的部分通常我们回来我们经过检测，其实只要它冷气是冷的，然后它的冷媒的这个状况是 OK 的，或是没有其他的异状，我们坦白说不会特别的把它弄出来去清洗，好，除非它冷媒效率冷房效率不够啦，好，或者是它的冷媒管路已经有泄漏了，或是我们在换到会这个漏掉冷媒需要补的一些零件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去做，才会去 run。要不然一般来讲，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其实不太需要说哦，好像定期你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花这个钱。K 八拉转机油味很重，正常吗？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漏油哦。好，为什么你会闻到机油味？有一种就是吃机油嘛。那有一种，因为你在拉转的时候，你引擎室里面的排气管的温度特别高，所以那个你漏掉的机油被烧到了，哈，被燃烧了之后就会有异味跑出来。
所以拉转有机油味，你第一个你有没有吃机油，第二个你一定是漏机油，好、哦、一定是漏机油。小师怎么看雷克萨斯行人防撞系统故障问题？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问题欸，像我试 Swift 的时候一样嘛，其实这种科技的东西本来它的设计堪虑啦。你说我们现在家用电脑很成熟了吗？我跟你讲，家用电脑你也常常遇到妈宕机跳出来啊，闪退啊，还是对吧，今天开机开得特别慢啊，你会遇到一些 bug 啊，对不对？你去点一些妈色情网站，对不对？然后导致你看其他网页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地方妈妈的广告齁、哦、有没有，然后妈有那个 GIF 图档在那边哦，一直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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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两颗在那边一直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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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其实我本来一直以来从一开始有这些主动防护安全系统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可以信赖、啊、我其实常在直播在讲了，对啊，我宾士的也是常在发生这种误测误作动的状况，所以它本来就只是辅助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嘛，今天所有的在卖新车的或是卖二手车的，每个都在跟你强调我这有二三 P， 我这个有什么跟车，我这个有什么什么主安那边那边有的没的说到整堆，他要你因为这一些配备加钱买单，可是呢他偏偏又跟你讲，诶、欸、这辅助 哦你不可以依赖 哦我这是假的哦，啊你若用出事情你要自己负责哦，啊奇怪啊，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有没有，对不对？我买的时候你跟我说炫耀我有这些东西，那我真的用的时候你说诶、欸、啊你吃坏肚子领导的事情哦，齁、哦、我是跟你说这个、有哦齁、哦、我这个、我有跟你加贡丸，又跟你加荷包蛋齁、哦、又加肉呢齁、哦、我又跟你加肉片，有哦齁、哦、牛肉，这批牛肉很纯，有没有啊，叫你买单啊，你买回去诶、欸、啊我刚送你那些东西齁、哦、斟酌使用齁、哦、不要依赖，出事自己负责啊，你没看到就奇怪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设计瑕疵问题后车型的二手车价应该会很惨吧？我跟你讲，其实不会。我发现哦，这些东西只是那一些人在。当然，你买新的，你发现这个事情，你会很生气。那我讲了，这次这个问题是原厂处理态度的问题，这个倒跟东西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今天不是说你做一个东西不能有问题或是不能坏，那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这个状况，你怎么去把它弥补跟修正，因为毕竟很多人是存了很久的钱，他甚至还贷款，他才买了你一台八九十万的东西，甚至更贵的东西。那这对一般人来讲都是一笔很大的钱嘛。那当然你花了一笔很大的钱发生了事情，你当然会希望得到补偿啦，或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弥补我。我觉得这其实问题比较大啦。对啊，那我觉得车子你说漏水，坦白话讲，我们二手车我是常在遇到漏水，好，因为有些车子年份久了，哪边管子掉了，哪边脏堵住了，什么都漏水，然后或者是之前的我们常在讲 Fit 会生锈，CRV 生锈，哦 ，Vitara 生锈，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处理而已啊，不是不能生锈啊，不是不能漏水啊，哦，你要怎么把它处理好，就这样而已嘛。所以其实对我们车商来讲，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可以被处理的。好，再来，我觉得啦，我坦白话讲，二手车价不会有影响，以我的经验，二手车价真的不会有影响。你看 Vitara 二手车价有影响到吗？没有啊。CRV 二手车价有影响吗？没有啊。Fit 有吗？HRV 有吗？都没有啊，二手车价还是很高啊。那我跟你讲，不知道人大于知道的人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台湾人其实还是有品牌迷思在，会买单的就是会买单，这个东西就跟选举一样，政治一样嘛，好、哦，反正不管怎样，蓝的就是对，绿的就是妈有问题，好、哦、啊，绿的在看蓝的，妈蓝就是烂，绿的才棒。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其实不一定一样，那我认为就是处理态度的问题而已，很简单，二手车价不会影响，不要想太多，真的。最近在 YT 频道看到美国二手车商的价格，如果运回台湾，价格对比会比台湾的二手车价高吗？没有，你自己运当然不会啊，很简单啊，你美国的价钱乘上回到台湾，我记得出关你大约要乘上 1.6 倍吧，好，这是一个概算啦齁。你在美国买100万台币，你办理出关、船运、入关、验车什么弄完就大概160吧。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啦，这个钱还是要给人家赚啦，我坦白话讲。你说很多人齁、哦、跑来找小师说，小师我跟你讲，我在美国认识的表哥，他可以帮我们处理这个买二手车的问题，美国二手车好便宜哦。好啊，然后呢，买了以后你的金钱的这个往来齁、哦、你怎么去处理，因为有风险嘛，那是你表哥不是我表哥，就算是你表哥会不会跑路不知道。那这第一个钱往来有风险的问题，第二个他在那边买他懂不懂车啊，他帮我们看了他看得对还看不对啊，报车准不准啊，你懂我意思吗？这又是另外一个。好啦，弄了他会不会用出关，好，你出关现在又要一些报关行再把你弄装柜什么，好啦，你又有第二层的问题啊，这个报关的 OK 不 OK， 好，进来了要入关了，好，现在入关
惯，你要把它领出来了，钱都搞定了，出来以后你要验车，完了。你会不会验车？你要找谁验啊？你要找到那个真的会验的，还是找到会跟你一直这个加价的？好、哦，哎、欸，你这养有问题哦，你可能还要加一点钱哦。哦哦，你这个出去刹车被打枪哦，你可能要怎么样哦？一直加钱，一直加钱，一直加钱，对不对？啊，挣得到验出来啊？你花了这些风险，承担了这些风险，承担了这些时间，然后出来一个你第一次看到的东西，没错吧？妈的，哎、欸，我终于见到你了。啊，我一百多万都出去，我终于见到你了。好，结果他妈的那个后车厢一个弹孔，也是有可能的嘛。真的啦，那个外汇车进来有时候很刺激啊，那车上会有一些很刺激的东西啊。反正哦，你花这些钱啊，花这些时间，花这些力气，花这些承担的这些风险，最后回来一个你不知道是圆是扁的东西。那万一回来车子又有一些问题，你就自己勾股塞。好，所以我认为对于我来讲，我也不是专门的嘛。好，我在这个外汇车这个区块，我也不是专门，所以我如果今天我要做外汇车这个区块，我想要买外汇车，我宁愿给人家赚一点钱，那降低我们的风险跟节省我们的时间，好，分人家赚一点进来，这样就好了，简单。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然后要买车的哈，要换车的要记得尽早，好不好？好，要记得尽早。神兽睡得很熟啊，我带神兽给大家看一下哈，我给它 OK， 好 OK， 打开看。哎、欸，小白啊，不理我啦，不行啦，要跟大家再见一下，来，过来谢客。哎呀，哎，来啊！噔噔噔噔噔 ，Goodbye, everybody。大家晚安。